Because this is the today is January 27th, and this is the Ibis Hotel. It's beautiful, and in the right out of this parking lot or door, it's the street market. See? 第一次知道这有个 market 是昨天那个旅游公司的车来接我的时候，我必须早晨8点钟就得在门口等，所以我才发现哦，这里好热闹啊！这里应该就是普吉人一天生活的开始。 泰国人这里多有生活气息啊！ 到这里，就是普吉人一天生活的开始。生活的开始。你瞧瞧，在这儿生活是不是太棒了啊？也不贵。 东西都不贵，鸡鸭鱼肉虾，啊，什么都有，什么都有啊。关火，嗯，小孩得看。
看着人们一大早就开始忙，还是挺愉快的，我觉得，因为他们的一天也开始了。个人经济，他非得靠这种超市啊什么的。瞧，这你还敢吃吗？这，哎，不好吃啊。都是新鲜鱼啊，这鱼倒是可以。哇，这里真是靠海吃法呀。哎呦，哇，真大呀，真大呀。走了这么一段，肚子也饿了，现在已经快8:30了，找自己的吃的吧。A great start to our day.